来，黎明要出来跟人家交流一下。对啊，早就进步了。输赢不要看那么重就好了，打个经验嘿啊。没有人，那我们这年轻人就不懂了。我的前辈啊，说。正手又反手，哎呀，这个弹掉了。这大板子，你还挂不了了。最近可能光台都不会来。真好厉害！这是第几点？